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晨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神邪，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晨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晨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国注》第1100页，最后一行看起，课题1-5。举业六通，分6个小段，像这一品经啊，文经护业第48，它分6小段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本品名文经护业，听到这个经的名号，或者听到这个经的经文，有人读这个经，你听到了，你获什么样的利益？广显闻者，获业难死。利益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得到的。无量寿经起心论云，文经之业，如是不可思议。这就是讲听无量寿经啊，文经所获得的利益。如是不可思议，皆是无量寿本愿力故。为什么会得这么大的利益？念老告诉我们啊，念老是引用起心论，无量寿经起心论里面所说的啊，这是无量寿本愿力故。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，皆是阿弥陀佛本愿力。本愿就是第六品所说的48愿。这是根。愿以本师为神加辟故。第二个，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
威神加撇，凡有众生欲思尽者，其所获益也当如是。一切众生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只要你遇到这部经，你就能得经上所说的这些利益。下面第一个小段，小乘的业啊，这要分两个小段。第一个的发言经，请看经文。二十世尊，说此法已，天人世界有万二千那由他意众生原力成垢的发言经，这是经文。我们看注解，成垢通指烦恼啊，用烦恼来做比喻，比喻烦恼之多，像尘垢一样。如《维摩经》说：“远离尘垢得法眼净。”意思跟此地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啊，正同此经，法眼净者，为母加强术曰：云法眼净者，小乘也有法眼，大乘也有法眼，小乘法眼。即出国见四地法名法眼，大乘法眼出地得真无生法，故云法眼真心知晓者啊，这部经知晓者小乘的发言经，小乘见到四谛，四谛苦集灭道，见到了，我们俗话叫真。啊，他证得了，他见到了，这叫法眼。我们再接着看经文里头，今此经指小乘法眼经，如景心大师说，法眼经者，即欲留苦，欲留苦而出苦啊，小乘出苦有净言说云：见四真谛，四真谛就是苦集灭道啊，世间因苦，苦集苦是果，集是因，即是烦恼，
处世法里面，灭是果，灭的什么？烦恼灭了。啊，灭的方法是道，八正道。用八正道帮我们离苦得乐，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的地位，小乘诸苦啊，最低的。下面经文的一的解脱一，二十亿众生的阿那含苦，六千八百比丘住漏一尽，心得解脱。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阿那含是小乘四国当中的第三国，住漏一尽，心得解脱。在佛法里头，小乘我们称阿罗汉，阿罗汉有四个等级，就是初果须陀洹，二果斯陀洹，三果阿那含，四果阿罗汉。啊，这个是四个等级，阿罗汉才真正脱离六道轮回，三国之前都还在天道，在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，修禅定所得的果位，诸漏已尽，心得解脱，如《维摩经》上所说的，八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一劫。深照大师的注解里说，漏尽九十八劫，漏几尽，九十八劫是烦恼的归类。把凡夫的烦恼归纳九十六、九十八种，通通断尽了，见思烦恼都断尽了，证阿罗汉呢？啊，所以真的讲的是，一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直烦恼断尽，心意解脱，证阿罗汉果。可见经中法眼尽及诸漏已尽，都是指声闻，都是指小乘。啊，下面十个问答，何问？闻此大乘无上经典，为何得小乘法眼？非常有可能有这个人会有这个问题。啊，这一部经是大乘经，不但是大乘经，大乘经里面的无上大乘，怎么会得小乘果位？啊，经言书里都有解答。小乘众生闻说娑婆，慧悟可厌，身心厌离，故得小果。
为什么他得小果？他不能大果。小乘的习气太重了，啊，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很长的时间，养成这个习气。什么习气？对于小乘的烦恼习气，深度的厌弃。啊，秽恶可厌的，啊，是身心厌离。这个习气在，对他有没有影响？有，他大乘心发不出来，发不起来，是无上菩提心发不起来，他能发的心小乘，所以。闻说娑婆，秽恶可厌，身心厌离，精心故得小果。景心大师也说：“众闻此方秽恶可厌，故得声闻之果。”说的两位大德说的相同。所以闻无上大法，究竟成佛大法的这样的理由，再看下面一段，大乘的分三个小段，第一个小段得不退转，请看经文：十一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，诸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了而自庄严，大乘得的利益。跟小乘不能对比，差距太远了。我们要相信，这是佛说的。不是菩萨说的。我们要两心。敬仰诸佛菩萨，对诸佛菩萨所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个字，应当深信不疑，这就对了。那我们为什么得不到？这里消息都透给我们，我们对于这佛菩萨没有恭敬心啊，古人所谓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，你没有一分诚信心，所以你天是白天的，不能得意。他们能得业，听了真干。啊，像前面讲的小乘，他能把烦恼习气放下，所以他才能得小乘四果的利益了。啊，大乘也一样啊。啊，四十亿菩萨。与无上菩提，诸不退转。
再加以弘誓功德，而是庄严。啊，弘誓功德尤其不可思议，阿弥陀佛48愿的功德了。念老住得很好，很详细。啊，节里头右段前面这行经文，正知闻法所得之大乘法也。与无上菩提不退转呢、啊？不退转是什么意思？所修之功德善根愈增愈进，不跟退时转变，它不会转变，它不会退时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又表勤心修习啊，他非常勤奋认真干，如念佛不退，勤行不退等等。古大德这种修行人多，他自己有成就，同时他也度化不少人。怎么度化？他那个样子使人看到了，心里面就想到这是个真正修行人。对修行人敬仰的心就生起来了，这是给事儿众生重大成善根，自行化他。啊，又表勤行修习，如念佛不退，勤行不退。又不退转，即梵语阿毗跋致。弥陀经上有这一句阿毗跋致，它的意思就是不退转。本心中云，主不退转。下面又说，德不退人。下面底下一段啊，德不退人，净严寺俗语，大乘众生闻弥陀威德广度，坚心愿求，故德不退。这一句我们要记住，我们是不是大乘众生？如果是大乘众生，一定跟着你相应啊，听到阿弥陀佛名号，听到无量寿经，听到阿弥陀经，里面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大乘众生要听到之后升起向往的心，愿生净土的心，所以他坚心愿求，坚固的心，一心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
他不退转了。下面一段注解，本心中原，诸不退转。下面又说德不退转，在底下一段，君居堂矣，至于位矣，则止云德不退转。啊，净严书记就说，大乘众生闻弥陀威德广度，精心愿求，故得不退。闻此多义，誓愿解度，名是自庄。庄是庄严，确实是庄严啊！为什么令一些有缘人看到感受就很深呢？啊，所以意思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发48愿，48愿虽然不能同时，可以分段落。我们慢学，一次学1愿，学2愿，学3愿，真正发起了之后再学3愿，一直到48愿圆满。对修净土的人有大利益了。净严大师书里头有说，大乘众生闻弥陀威德广度，坚信愿求，故得不退。闻此多矣，誓愿即度，名是自庄。庄是庄严，自己像佛菩萨一样的庄严，盖为闻名求生，志愿坚决，故得不退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能不能往生，确实就在这一句，闻名求生，志愿坚决，就这8个字。这8个字如果我们掌握住了，谁掌握住谁决定往生。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志愿坚决。念佛的功夫差一点没关系，你决定的生。啊，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。为什么？你真的能记住，真的能相信，你会生大欢喜啊。欢喜什么？我这一生得度，我这一生就能往生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是至坚愿定得不退，誓欲利他故免弘誓功德一次庄严。誓愿利他是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发这个大心，不但我自己要有成就，我还要成就别人。我自己往生极乐世界，
希望多带一些人过去，带的越多，阿弥陀佛看到越欢喜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仅仅夏老居士汇集本，根据唐译为注不推转，含义稍深，但不妨任言经言疏，以指其中的粗部。再看下面这一段第二段，德不退人，这是功夫了，比前面意思不一样。25亿众生德不退人，人大臣一章第九卷说，慧心安法，明知为人。人是功夫，人是承认，人是信仰，完全没有怀疑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这叫人。这里八个字好，慧心安法。为什么能忍？因为你有智慧，你有智慧，你听到佛法，听到弥陀佛号，你能够把这弥陀佛号放在心上，这叫忍。啊，这是举一个例子。下面又十一月于法实相安住为人，实相是真实相，不是假的真实相。这一切法的真实相佛给我们说出来了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不相信啊！《金刚经》大家读过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佛说的，我们能不能相信？不能相信。为什么？还在这个幻象里面争名逐利，一点都没放下。这就是经上所讲的真实相，真实相我们没接受啊，我们没把它放在心上啊。安住就是放在心上，你能把佛所说的通通放在心上，这叫人。放在心上有什么好处？帮助你开悟，你将来修行功夫了，大彻大悟，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安住难得了。我说白一点，放在心上。啊，于法实相要放在心上，实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慈悲到极处啊。他所说的话
我们现在人能体会得到，就是不能接受，依旧把它当真。佛问弥勒菩萨，他们的问答是教化我们，不是真的不懂。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我们心里都起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是几个念、几个相、几个事，也是问话。这个问题，几个人想到？没人呢。佛菩萨知道。现在科学家渐渐明白了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宇宙之间有没有物质现象？他说没有。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从意识生起，意识就是念头，从念头生的，这跟佛经讲的一样。一切现象离不开念头，这个念头所生的现象，念头没有了，相就灭了。我们看的这个相，是很多个念头连续的相续相，所以你看的东西在啊，好像他在，其实他空的，他不在，根本不存在。我们眼看花了。弥勒菩萨回答：一贪执，32亿百千年，哪一念是真的？念念都是假的。这是说的真相。凡夫把幻象当作真相，执着坚固不舍，麻烦来了。善念变现的三善道，恶念变现出三恶道，可够的受的。真搞清楚了什么地方有实相？极乐世界有实相。极乐世界人无量寿，极乐世界万物也是无量寿。它不是生灭法，不可思议。所以，于诸于法实相，安住为人。下的举例子，例如无生法忍，据大智度论解释，安住于无生之法之法里而不动心者，可见忍呢就是安忍，安住在那里如如不动，为于理决定，而无移动之念。准此可退，不退人，皆安住于不对转之理，而无移动之念，是则念念皆无退转呢。应相当于三种
不退之，念不退。该不退有三，第一个是位不退，所修得的位是不退转；第二个行不退，与所修行的方法不退转；第三个念不退，与正念不退转。这叫三种不退。啊，我们想想这三种我们有没有？一种都没有啊。这个事情麻烦。这造业在哪里造不知道。不知不觉念念都在造业。啊，你看看。一弹指的时间已经造了我们凡夫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思考啊。36亿8000年这一弹指啊，一秒钟可以弹七次，弹快弹七次，那一秒钟造多少？2240兆，一秒钟啊！我们天天在造，念念在造，在造，这是佛跟弥勒菩萨聊天，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。如果不是佛说出，我们怎么会知道是不是真的？真的怎么知道是真的？量子力学家现在给我们做证明，没有一样是假的。明白了之后，真正的无生人了，一切法不生，根本没有生，一切法也不灭。等到什么时候，这个心安住在不生不灭这个境界上，那你要真的你是无生人的菩萨了。下面给我们讲的不退有三，第一个位不退，所修得的位次不退转，这叫位不退。第二种行不退，所修之行法不退时。第三叫念不退，与正念不退转也。观经妙宗超越，若破见思名为不退。永远不是超凡家，只是永远超出凡夫的家有，六道轮回。破见思烦恼啊，谁呀？阿罗汉呢？拂断尘沙，明行不退，这永久不是菩萨行之心。尘沙，菩萨断的，菩萨断尘沙火，行不退。第三个是念不退，与正念不退转。观经妙宗超越，若破见思名为不退，则永远不舍超凡加油。
啊，佛断尘沙，明行不退，这永远不是菩萨行。若破无明，明念不退，则不是中道正念。今不退人者，只安住于实相之理，念念不已，则应是念不退。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则相当于行不退。闻经菩萨根基不异，闻法之业自由扎树。闻经的人程度不一样啊，所以有差别。啊，从菩萨还有三贤菩萨、地上菩萨都不一样。实性位的小菩萨，初发心啊，所以有这么多的差别。不退转里头讲这么多差别。下面第三段啊，第三小段得受记哦，这个也太殊胜了，一层比一层殊胜。四万亿那由他外迁众生，这我们有份啊！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这个队伍里头。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也，今时初发，种诸善根，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，皆当往生彼如来土。过于一次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，这个数量太大了。我们说不出来啊！啊，生生世世没遇到佛法，所以与无上菩提从来没有发这种念头。今天听到这部经，发愿了，初发，发什么心？求愿往生啊，种诸善根，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。难得，非常难得啊！下面这一句好，借当往生彼如来土，过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这个妙音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得真实殊胜的利益，今初发心，发菩提心。什么是菩提心？发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发心毕竟二无别，如是二心现心难，故一切经中，于发菩提心的人数
君大叔之意。啊，这是佛在讲经的时候对于发菩提心的人数都说得很清楚，这个地方多少人发菩提心，四万亿那有的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多少人，70亿人，现在70多亿啊，这个地方40000亿，下面是那由陀，那由陀下面是1000000众生，100000000，10000000、10000000、10000000、10万，单位是10万。这是多大的世界，应当是指一尊佛的教区，3000大千世界。我们这个地球是3000大千世界里面的一个星球。啊，3000大千世界，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银河系，或者是比银河系更大的星系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众生的人生闻佛法太难太难了，啊，的人生已经不容易了，闻佛法是难中之难，闻到佛法能发心。我们在此地一本经的经义就是发心求生净土，发生往生极乐世界，发心清净阿弥陀佛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将来每一个人到不同的世界，像地球一样，不同的星系去示现作佛，同名妙音如来，我们的皈依证上面都用妙音，法号都用妙音。为什么用妙音？讲这部经的时候有几十个人皈依，名字太多了也不好想，就用妙音吧，同名妙音如来，现在是妙音居士，将来到极乐世界做成佛都是妙音如来，因果相应啊，我们就决定用这两个字啊，这是皈依证上妙音根源。啊，正如念老后面这句所说的，如是菩萨即发大心，复行众善，愿生极乐，故君得往生见佛，佛于诸法先后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